什么问题要问呀？因为心中有爱呀。我爱你们。这个心情呢，我想高兴、兴奋、愉快都不足以形容我的心情的状态，是文字很难以形容的。我要想一想。一甲子圆满，是圆满的，金马奖圆满。我很高兴这么有这个机会，在这么圆满的日子跟大家见面。怎么只有你问呢、啊？还有没有？为我的美丽怎么样？今天晚上是有一点吓到。每个演员都很杰出，都很值得拿奖。这个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这落泪也是戏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样都是好的，落泪也好，不落泪也好，总之我就很高兴。好啦，谢谢。当然啦，我带了一大帮朋友去吃小吃，然后我回去带什么手信你知道吗？200个馒头。是手做的馒头，很多香拔辣。好啦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好可爱，拜拜。